我认为鲳鱼最鲜嫩的做法就是葱油了。鲳鱼两面改上花刀，水开上锅，大火蒸五分钟。葱姜蒜爆出香味，浇入一碗生抽，半碗清水，少许白糖，做一个白灼汁。倒掉蒸鱼的汤汁，撒葱花浇热油，淋入调制好的白灼汁。这样做的鲳鱼鲜嫩可口，喜欢吃鱼的赶紧做起来吧。